这本是美国知名幼教品牌 Innovative Kids 所出的躲猫猫表情游戏书。那在这本农场动物里面呢，小朋友可以扮演各种不同的农场动物哦。那打开之后呢，可以看到它就是会变成两个孔，所以呢可以拿来当做面具。那在农场里呢，有小狗，还有牛，小鸡，羊，小猪，或者是呢，家长也可以扮演一个 baby 哦。